为了增加囡仔含社区连接，嘛会当更加了解婚姻家扶中心的工作内容。好不欢迎你，即个幼儿园即间是来到婚姻家扶中心，除了互相来赠送家己做的绘本以外，嘛予幼儿园的亲子来打扮成绘本内底角色来做秀和跳舞，充满趣味。婚姻家扶中心嘛，借此机会来分享到偏乡湖北故事，希望予小朋友自细汉来培养关怀爱护家乡的好品格。小朋友扮作各种绘本内底角色，展现青春活力。好不欢迎伫幼儿园，即间互我教学来到婚姻家扶中心，希望增进学童和社区之间的互动和连结，也更加了解家扶中心的服务内容。两个单位嘛互相寄付家己做的绘本，小朋友和家长拢相当喜爱即间的活动。今天带着小朋友来这个参加这个角色大出走，我们觉得很开心，因为看到了很多小朋友装扮成各种各式各样的角色，小朋友也很开心呢。绘本里面的主角通通都跑出来了。我们扮的是蝴蝶公主、哈蜜蜂，就还蛮特别的，可以参与小朋友的，就是跟他们一起的亲子活动。他今天扮的是那个绘本里面的角色，他是独角仙三十郎。他今天是扮那个绘本里面的吸血鬼的角色。来这边的话，就是还蛮特别的，然后有跟就是跟社区结合来做这边。感觉还蛮有意义的。好不欢迎你幼儿园，这摆准备了两本学童家己画绘本，要来送给婚姻家扶中心。一本是咧讲爱护地球的观念，另外一本是宣导互相关怀好品德。婚姻家扶中心是将台西希望教室的偏向服务画作绘本，互相交换来学习。这一次主要跟家扶分享的是我们孩子自编的一个故事，然后有一本是小松鼠的外星人朋友，然后这一本故事里面主要是孩子在说怎么爱护地球，谁来帮帮我是透过孩子彼此之间对生活周遭的人事物然后产生关怀，那孩子也从这当中学会怎么关心我们的生活周边的人事物跟社区的环境，借由这样的活动跟家扶的一个资源做连接。很开心这次云林家扶中心可以跟我们的湖北贝宁幼儿园结合，主要是我们云林家扶中心其实在前年也在台西希望教室也制作了一本绘本，然后描写我们家扶中心孩子在希望教室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包含他们去那边做客服啦、社会学习体验，然后深入社区制作一些关怀服务。也因为如此，所以家扶中心才想说有这个机会跟我们湖北菲林幼儿园结合，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建构出社区一些共融，然后互相互助合作，然后互相照顾的一个观念。透过单位之间的合作，那好囡仔增进对社区的关怀，嘛好婚姻家扶中心的努力被看到，一兼二顾。记者林宏彪采访报道。